Hello，大家好。我今天来讲一下那个昨天看的那个 IMAX 版本的拿破仑，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很大张的 IMAX 的海报。基本上啊，这部电影就是由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这个导演雷利·斯考特所执导的。那出资者是那个 Apple，他们也有自己的平台。那演员的话，主要饰演那个拿破仑的瓦昆·菲尼克斯皇后里面的那个 Josephine 的是那个凡妮莎·寇比。那我对凡妮莎·寇比啊，印象最深刻是我曾经看过那个网飞的那个剧，就是王冠里面她演那个玛格丽特公主。那她其实是一个相当亮眼的一个明星哦。那在这部戏里面，她扮演拿破仑的这个皇后啊，其实非常的称职哦。她的确有演出那种让拿破仑就是神魂颠倒啊，然后为之倾倒，在里面就是周游在很多不同的男人之间的那个魅力的样子。那拿破仑呢，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按照时序，就是按照从拿破仑年轻的时候，然后怎么样的崭露头角，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帮这个法国立功，然后后来他自己当了个民主之后的那第一执行官，被其他人就是拱上去就当了皇帝。那当了皇帝之后呢，他必须要有自己的那个后代，就是继承人，然后他又跟当时公主就结婚，然后生小孩。那其实你去查拿破仑的那个故事啊，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会跟电影的所表现出来不一样。基本上就是拿破仑这个电影啊，有总共呈现了6场，包括最重要的滑铁卢战役的这个大场面，在 IMAX 版本里面看到的部分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因为几乎都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拍。那我昨天就讲，我就说没想到可以继这个大卫连的这个阿拉伯劳伦斯之后，可以亲眼在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看到就是真人的这种战争巨片啊，就是又重新在影坛了、哦，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小时候其实看很多，就是有关可能一战或者一战之前，然后以前的人打仗都很好笑，就是用徒步的，然后就是真刀真枪，然后完全就是靠那个战术哈、哦，就是各式各样的战术，还有跟天然的这个环境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拿破仑的这个电影里面看到，就是滑铁卢战役那一役啊，怎么讲？就到了晚年，其实他有点很自负。那他之前对付当时的那个沙皇啊，就是俄罗斯帝国的时候，他的一些判断或者是他的一些战术，其实是相当厉害的。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看到，就是他到了晚年，甚至于他已经是被这个英国打败了，然后但是他还是一样非常的自傲，他自己的战术什么，然后就是跟那些年轻的军官就是在那边吹嘘啊什么的。那我们看背景啊，你会发现就是拿破仑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的数学有很多就是跟军事相关的一些才能，都是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奠下很棒的基。里面呢，他会呈现很多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六场最主要的那个战争的戏。到时候大家可以拿破仑历史的这个了解，就是做对照。在埃及的部分呢、啊，他怎么样用最少的人然后去打赢这件事情，他也很爱历史。然后他去埃及就是打仗的时候，他有带了很多的学者，然后跟考古的专家，然后去到那边，所以也等于是埃及我们后来的这个研究跟相关的考古的工作，其实跟拿破仑有非常非常大关系。在18、19世纪的时候，就是奠定下这个埃及考古学很重要的一些成就。那我要讲的就是那个就是瓦昆菲尼克斯，就是个子算是比较小的男明星，然后他演这个拿破仑其实是一个还蛮像的。我们知道那个拿破仑本身他是出生于这个法国一个最小的一个岛上面的贵族的后代，瓦昆的演绎的方式就会把他演成就是比较有一点略为粗鄙甚至于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跟这个 Josephine 就是他的皇后在做爱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就是我觉得导演是不是故意的，就是当然没有人亲眼看过就是他怎么做爱，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把它拍成就是有点像是动物一样，当时的人可能也是比较含蓄吧。但是拿破仑，你第一场看到他跟那个 Josephine 的做爱情，就会很惊讶，就是他们是讲究一种速度，然后一种表现男性的雄风的那样子的一个非常快速的做法。所以就是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讲动物性，就是说很像那个，就是动物界的那个动物在做爱，或者是他们准备要生小孩哦，目的就是生小孩的方式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一种快速跟有效果。那这个东西也会牵涉到，就是后来Josephine 他没办法生育哦，
然后所以就导致拿破仑必须要跟他离婚，或者是他娶其他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奥地利的公主，或者是其他的人。然后他在里面就是为了这个爱情的部分，其实跟这个 Josephine 有很多的，比如说写信啊，然后知道他就是帮他戴绿帽以后，他就非常的生气啊，然后就甚至于把军队丢着，他就跑回去啊什么。就我相信有很多的地方是改编，但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剧里面，他会有造成一些就是对我们观影者来讲，就会你会认为说拿破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痴情的人瓦昆菲尼克斯来诠释其实是相当的贴切。那他自己本身就是我觉得他到了一个年纪，他要演这种，尤其他之前在神鬼战士就演过皇帝了，所以他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容易哦。很多时候譬如说他在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残忍啊，或者是他把那个军队里面的那些他的战友这种既威严，然后又有点好像就是把他们当成好像是一种棋子，好像一种战术的一个东西而已，这样子的那种两个极限，就是又很威严，然后又其实又很残忍，这样子一个东西，他在他身上这种矛盾的这种东西，其实是融合的相当的贴切吧，应该这么讲。我觉得这个戏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就是能够到 IMAX 去看，因为真人演出的那个大场面的战役啊，其实导演花了很多的篇幅，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157分钟的版本，就是有别于那个，就是后面会有一个，就是在苹果的平台上面，就是 OTT 上面，就是会出现的一个听说有个四小时的版本。你在自己家里面的那个设备看这种非常讲究大场面啊跟调度的电影的话，我觉得就会差很多，尤其是最后一场滑铁卢战役的将近有快我看至少有20分钟吧，就是那一个让你直接到达这个战役的现场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感觉啊，你真的没有在这个大的厅院啊看的话，真的是你看了这个电影就会觉得说电影之所以存在戏院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些大场面我们目前看它的成本是就是Google 上面是写2亿美金里面的出现的这些军官兵士的这些灵眼，他们的打仗时候的那些动作什么都相当的熟练，而且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虽然我一直认为说当时的人的打仗的方式真的有点蠢有点好笑，可是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武器啊跟当时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高兴就是能够在这个2023年又能够看到，就是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四五十年前的那些像我刚才讲说阿拉伯劳伦斯这样子大场面的骑着马，然后拿着枪，然后就是非常原始非常原始的方式在打仗的这个模式啊，这个是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真的非常难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应该要去大戏院看看。那拿破仑本身的这个功过啊，当然是一直到现在就是可能很众说纷纭甚至于他的遗嘱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的遗嘱，然后有什么有一些纠纷什么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的遗嘱啊，就是怎么样的写，然后有不同的版本。那电影里面啊，就是非常有趣的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但是点出了这部片子的一些重点的或者是说他想要表现的那个内容的部分。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就是雷利斯考特就是透过这些怎么讲，我觉得看起来很过瘾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当然这个电影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特效，可是现在他们做的就譬如说像拿破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去攻打一个地方，然后他的马就直接被那个就是以前的炮弹就是一颗钢球嘛，然后用那个火药的东西把它推进，那就直接被那个马就是直接被那个炮弹就打中，那拿破仑没事，可是就是他的马就当场就这样爆开来。那你可以想想看 IMAX 的那个尺寸的电影的那个画面，那个爆开的那一瞬间真的很恐怖，就是你会整个被吓到，就是完全就是身历其境的这样的感觉。如果有机会真的大家应该进这个戏院看这部电影，不然真的很可惜因为真人演出然后完全的这些让你身临其境的这些东西真的以后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因为现在成本真的很高，真的非常的高，一定要大公司或者是还要有能够拍出这样子场面的导演才有办法去表现
那当然有很多里面那些政治上面的运筹帷幄，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当初那些人啊，他们是怎么样的，然后整个欧洲啊，他们怎么样的，就是被就是怎么讲，就是在拿破仑一个非常非常强硬哦，然后非常自负的这样子的一个君主，然后最后你会看到就是他们有统计了一下，就是这个在拿破仑手下死掉的哈，就是单单这个法国这边呢，就有就是将近有300万的人哦，非常恐怖，应该是两边的人吧，应该不是只有法国人而已，法国人死掉300万人，那太恐怖了。反正就是这个片子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就是到这个大戏院去看看，应该会相当过瘾。好，拜拜。